全妹也太可爱了吧。全红婵正在隔离中，大家思念过度，只能考古她的旧照。1月11日就有网友发出谢格娜的红姐，竟然发现红姐私底下还是个小戏精，才14岁就会双手抱臂装大佬，最后出来的效果还挺好，霸气十足，有震撼到粉丝。她还会调皮的双手交叉学奥特曼的经典手势，看来这又是一个相信光的孩子。当然咱们真实的红姐其实是个软妹子，遇到师哥师姐就会撒娇，求师哥师姐索要抱抱，孩子气完全掩盖不住。网友看到后纷纷表示有被可爱到，好希望魂穿到他的师哥师姐身上抱抱红姐。据悉今年红姐过年不能回家，恐怕是要和跳水队的哥哥姐姐们一起度过，看她如此受宠，估计会收到很多红包吧。